Happy New Year！ 欢迎高伟光老师做客我们优酷的春晚专访直播间。那首先跟我们优酷的网友打个招呼，好不好？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光，祝大家牛年牛运亨通，扭转乾坤，牛年发横财吧！对对对，谢谢高伟光老师哈。那今年参与春晚感觉怎么样？觉得这个春节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肯定是太不一样了，对，因为今年上春晚了，算是圆了一个梦。对，因为从记事起好像就在看春晚，和爸爸妈妈一起在电视机前看春晚，今年终于可以登上这个神圣的舞台，这么喜庆的舞台，特别的兴奋啊，特别开心。所以家里人是不是也特别紧张激动？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我肯定是有些压力的，对，但是更多的是兴奋了啊。爸爸妈妈看到这个在电视机前应该是很激动的，等采访完做完活动回去。去跟他们团圆年的时候采访一下他们爸爸妈妈的感受。对，我们听说现在误入浮华在很紧张的拍摄当中啊，对，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透露一下这个角色和拍摄的情况啊？现在一切都很顺利，正在就是有条不紊的进行的拍摄当中啊。然后我这个角色其实大家第一感觉肯定是一个霸总嘛，但是可能我需要的去做的就是怎么样去演出这个霸总的不一样的状态啊，是演出一些区别来，让大家看到啊，高伟光塑造这种霸总不是这么单一的啊，他可能对待事物啊，或者是对待每一个人的态度啊，都是可能是不一样的。他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是一方面啊，他对待自己的爱人的时候又是一样的情绪，他对待兄弟啊朋友的时候他可能又是一种状态啊，所以这样的话给他分清楚，但是又不能太突兀，因为是一个人，对，把他这个串联起来的话我觉得会更有层次，会更丰富一些。好像听说除了在角色的个性塑造上面下了很多功夫，在角色的这个身材管理上面也下了很多功夫，是吗？有在锻炼身体，因为这个毕竟还是一个霸总，对对对，他还是要有他这个帅气的一面啊，对，你像锻炼身体啊，健身啊，还有适当的去减一下体脂啊这些。那2021年已经到来了，在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愿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新的一年的愿望，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对，这个应该是就是所有人都希望的事情。然后我像我个人，我希望能够接一部好的电影，拍一部好戏，带父母出去旅旅游，去趟大的城市。特别孝顺啊。所以比较期待什么类型的电影或者角色呢？其实我期待的没有一个具象的，我只是希望能够自己会有一些挑战啊，会有超出我的稍微范围一点点的，我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对，我们接下来有个小游戏啊，要看一看你一心二用的能力。一心二用的能力。我们请工作人员上一下道具。好，我们就需要你在一边用这个彩笔把福字填满的过程当中，一边回答我的问题。OK， 好，来，那这个给你是不是？我的笔。来，我们的这个福字呢？3、2、1，开始。开始了。要用凡尔赛题来回复我这个问题啊。今年赚了多少钱啊？怎么还没回家呀？当然，这个是来自清晰的灵魂拷问，不是来自我们的。就还行，好像不是很凡尔赛。就还行，给妈妈发了多少钱的红包啊？目前还没有，给她买了几件衣服。如果有一台时光机的话，你最想回到哪一年？为什么？最想回到08年。因为我想带妈妈去看一场奥运会，那个时候北京奥运会，对，然后那个想去。有一个梦想，就想带妈妈去看一场奥运会，但是没有看成。好，下一题。刷手机的时候发现自己登上热搜，第一反应是什么？登上热搜啊？对，我的团队出了什么文案，竟然能让我上热搜，太不容易了。你太低估自己。哎，不过按照你这个画画速度，我感觉我还能再问50个问题。这也太难了。好，下一题。走红毯如果发现和其他艺人撞衫，但是此刻已经不能回去换装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他们。有道理。好，听到什么样的话会特别特别的开心？
开心。嗯。哦，你又瘦了。好，马上买彩票的话，请你立即说出一组彩票数字。2021520。咦哟。啊，你看。好甜哈。下一个，如果有人对你说也没有很想你，就是闭上眼睛都是你，那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这是在机场吗？都是一些粉丝跟我说的话。好，下一题，忘情水是谁给的？刘德华。为什么？刘德华唱的。啊哈，哪一句？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啊哈。回答正确，哎，正好画完哈，哇，时间很精准。这个太恐怖了，这个让我画的，我还想着做一幅是什么大作是吧？对对对对，大作，结果发现好像是需要你问50个问题，我才能把这幅大作画完。我们给网友有一个开头，对，我们给网友展示一下，这个上边是一个小玩偶的脸吗？这是？我想画一个牛脸。结果发现好像不是，我以为是个宠物。好，我们非常感谢高高老师给我们送的这个福哈，对对对，五彩缤纷的。好。